创造最美的阳光。我们跨越时空，拯救世界，齐齐啊大步走向前，将邪恶逐渐消灭，迈向胜利的终点。我们跨越时空，拯救世界，齐齐创造温暖美好家园。我们自信永不灭，爱总会在你身边。这一支有爱的力量，创造最美的阳光。我们跨越时空，拯救世界，齐心创造温暖美好家园。我们自信永不灭，爱总会在你身边。上集说到，美羊羊在黑大帅大本营上演了真假美羊羊，最后救下了伙伴们，大家顺利离开古古怪界的时空后，又会经历什么呢？跨时空救兵，机械羊归来。回来了，好累啊，我需要休息。又地震了你们还在发什么呆呀？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，没时间给我休息啦。没错，至少等等我们嘛。大家出发！暖羊羊，是不是小狼人来了？不用怕，我们来保护你。不是不是，是刚刚的地震震翻了我的柜子。对不起，是我让大家担心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收拾。我们也来帮忙吧。我留下就行了，大家先出发吧。你们要快一点跟上啊。暖羊羊，这是这是机械羊救我的时候留给我的。大家还没有走远，我们快点跟上吧。真重啊。那个是小狼人，还有机械羊。暖羊羊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小羊，小狼人，别跑！怎么摆脱他们？看来要改变计划了。小狼人，你逃不了了！我不需要他啦！糟了，他把机器羊丢下去了！机器羊，机器羊！
金雪羊，醒醒啊！金雪羊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是暖羊羊。太好了，你还记得我？来自盆羊族。是的。身高1.3米。对对。体重200。这个你就不用说了。幸好你没事，那我们带你到中转站吧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要救出我的同伴。你的同伴也在这儿啊？他们在那里。那我们先送你去中转站，再去找你的同伴，好吗？不行，我要找同伴。我们先带他出去吧。机械羊能与同伴感应，说不定就能够找到另外的时空迷失者。好，开始执行任务。好奇怪，为什么喜羊羊他们没有信号呢？都联系不上他们。他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呀？懒羊羊，你现在看看他们在哪里。懒羊羊，懒羊羊，羊羊他们差不多快来了吧？幸好还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懒羊羊，小狼人！哎呀呀呀！别想跑！给我住手！能让他们破坏我的计划。哇，收拾掉他们了。你弄错了，今天被收拾的是你。就凭你们。起跑，为了计划得把他们引开。来呀、来呀、来打我呀。别想逃。机械羊继续往前走，对吗？没错，目的地就是前方峡谷。好的。机械羊，你需要充一下电吗？不需要。那要不我用彩虹号帮你做个全面的检查？不需要。你的手脏了，我来帮你擦一擦吧。不需要。不需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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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。好吧。打不动我，打不动我！火力全开！怎么回事啊？
金雪瑶，拉我一下！你们真是太厉害了！帮助，帮助！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看我的天罗地网，懒羊羊、美羊羊包抄前后，我和沸羊羊包围左右，喜羊羊和暖羊羊堵住上下。喜羊羊和暖羊羊还没回来呢。比起捉住我，你们还是多关心一下喜羊羊和暖羊羊吧。什么？难道他是故意引开我们的？那喜羊羊他们很可能有危险。懒羊羊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信号。联系上他们了。喜羊羊、暖羊羊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喜羊羊、暖羊羊，你们在吗？怎么办？他们不在这里。那我们快去找他们。就是在这附近吗？没有看见有其他机械羊啊。找到了，他们在这里。机械羊真的在这里吗？我没看到啊。嘿，喜羊羊，抓紧我，喜羊羊！机械羊，你怎么了？完成指令。我就快坚持不住了，快帮帮我们！我的程序里没有“帮助”这个词。嘻嘻哈哈创造这世界，我们嘻嘻哈哈一起闯世界，充满着飞一般的力量，心中闪着太阳的亮光，快乐在天与地中飞翔，我们努力追寻着梦想，有着正直热情的伙伴，越过艰辛低谷和高山，尽管遇上风雨和困难，坚毅的心都一样，拥有勇气，勇敢不变，我们嘻嘻哈哈。